继续来看现在这局啊，来对小孩对战日本拉盖啊。日本拉盖啊，现在用讨鹰把小孩八神欺负了，哎，太来劲了，他又把小孩血量打掉接近300，过分了啊，过分了。八神开始发起反击，小孩的沸点啊，小孩的沸点，日本拉盖亚现在被小孩把血量也消耗的很多了，现在血量上很接近的状况，谁能笑到最后呢？到底是拉盖亚还是小孩？加油小孩，顶住顶住啊，伊斯拉伊斯拉还有机会，不慌不慌啊，不着急，虽然说血量处于一个被动的局面，但是小孩要争取给对方来了一波，找寻机会，不断的小跳偷袭远方下段，好的，带头下段偷成功，现在小孩再次发起，很接近了，血量跳飞机打扛，血量上来说是小孩处于一个领先的优势，虽然说这领先不是很明显，继续力回，好的机会，就是这一刻给小孩刷个赞。